我之前因为过度减肥，得了一种名叫气球人的怪病。伊娃是我，甄媛媛也是我。所以说，你是因为发病不能参加巡演，才擅自做主让瑞贝卡替代你。杰森先生，其实这件事情……对，是这样的，都是我自己决定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我因为害怕临时违约会让您生气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让您更生气。您要怪就怪我吧。Jason，我知道我犯了让人很难原谅的错误，但是成为超模是我的梦想，我不想就这么放弃，所以我选择来跟你坦白这一切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今后一定会更加严格的管束自己，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知不知道，世界天使是多少模特梦寐以求的舞台？一生中有一次机会是多么难得。你居然期盼有第二次！我知道我的要求很过分，但我真的是太热爱这个舞台了。我好，什么也别说了。我最生气的不是你找人替代，而是你篡改我的作品。在整个圈子里，还没有人敢在我的作品上动手脚。这是你对我的双重欺骗。你走吧，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杰森先生，你的意思我们都理解。我再次替伊娃向您郑重的道歉。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们都会接受，并且尊重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